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淡然一笑。今天啊是立冬，我们这边立冬一般都吃饺子，今天我也在家包了点饺子。刚刚下楼呢，给我老公买了几瓶啤酒，他就是总说我在家虐待他，然后呢不让他喝酒，不让他抽烟，也不让他吃肉。那今天呢，我刚刚包完饺子之后呢，我就下去给他买了几瓶啤酒。今天呢给他买了好几瓶啤酒，省着他老说我虐待他，今天就满足一下他。给他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看看他几点能回来，然后一会儿好吃饭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吃饭给他个惊喜。喂，老公啊，你走到哪儿了？啊，快到家了。啊，晚上啊。包饺子了，今天不立冬吗？对呀，啥馅儿的？芹菜、猪肉、虾仁儿，咋样？你不愿意吃这个馅儿吗？啊，我都弄好了，包完了。然后等会儿，你还有10来分钟能到家是吧？那我现在就开始煮。啊，等你回来正好不就是吃吗？煮好了。好，快点啊！今天给你惊喜，不告诉你，等你来家了我再告诉你。好了，拜拜。我老公现在快到家了，再有10来分钟吧。我现在去煮饺子，饺子已经包好了。然后一会儿等他回来，把酒给他拿，让他高兴高兴。煮饺子。哎，干啥？怎么一来家就困？一来家就犯困，不知真道。是怪了，你这是啊！对呀，不是给我什么惊喜吗？啊，哎呀，有好大的惊喜！我一给你，我一给你的时候，你肯定不困，你立马人咔瞪得像灯泡，滴溜圆儿，哇塞，太美了！呀妈！好，哎呀，去吧，换衣服了烙饺子去了啊！我换衣服去啊！了。吃饭喽，包饺子了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啊，等着我给你拿好东西啊，等不着。人生的事儿，啥是不人生的，啥好吃啊？你等着我给你拿好东西，你天天说我虐待你啊，这个那个的，今天是不虐待你了。给我拿什么好东西？等会儿啊，你不说我天天虐待你吗？我这又不虐待你了，那，噔噔噔没噔有啊，噔。太阳从西面出来了，啊，我不老虐待你吗？这回饺子就酒怎么的？越喝越有。越喝越有，让你儿去给你拿呗。我去煮下一锅。好啊，啊，这不虐待你了，要不天天嘟囔啊，不给喝酒，哎呦这个那个的，要不让吃肉的。啊，喝吧。怎么没弄点肉呢？肉啊，这不行，这饺里有肉馅，吃太多肉一下就喝酒受不了呀。等那啥，等吓死的。